欢迎收看107年7月10号的港都新闻，我是罗少君。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玛利亚台风直扑北台湾，由于暴风半径相当大，南部地区10号晚上也将有明显风雨，碰触到台湾陆地后还可能会往南偏移，南部地区的民众要做好防台措施。斥资45亿元新建的高雄港埠旅运中心，由台湾港务公司董事长吴侯某主持上梁典礼。旅运中心可同时提供2艘国际级观光邮轮停泊，工程预定在108年底完工。泰德美术馆典藏大展举办开箱记者会，包括罗丹的吻共计123件珍贵典藏作品。这次特展是高美馆改制行政法人一年后首档国际大展，欢迎民众利用暑假购票观展。首先关注台风玛利亚，虽然动向是直扑北台湾，不过由于暴风半径相当大，对南部的天气也有不小的影响。高雄气象站表示，10号晚上到11号，南部将有明显风雨，请大家要做好防台措施。玛利亚台风来袭，北部将首当其冲，而南部十号白天还是晴朗的好天气，不过担心晚间出现风雨，海象不佳，往返高雄和马公的台华轮宣布10号到12号航班全部取消。这艘从高雄开往澎湖的台华轮呢，因为台风的关系，目前是在高雄港停驶的状况。那么虽然玛利亚台风侵袭是北台湾，南台湾呢看起来是风平浪静，不过船公司表示哦，这个台华轮开往澎湖来回就要10个小时，那么担心回程的时候呢海面上风浪会太大，所以已经是停驶的状况，一直要停驶到12号周四为止。台华轮停航让赶来船公司了解航班的民众颇为失望，不过高雄的好天气恐怕也维持不久。高雄气象站表示，台风如果以西北西的方向维持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不变的话，10号晚间高雄将感受到明显风雨，所以预计呢是在10号的晚上到11号晚上之间会影响到高雄的天气比较明显一点。玛利亚台风步步逼近台湾，而在南台湾的高雄呢，也要慎防豪大雨的发生。像是沿海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海水倒灌；而山区呢，也要预防山洪爆发所造成的土石流。由于玛利亚台风七级暴风圈威力相当惊人，而且暴风半径碰触到地面后，台风走向还可能会往南偏移，对南部的影响将会加大。就算不是七级风暴风半径影响到台湾，那高雄，但是呢，高雄地区也可能受到六级风的影响啊。六级风也算是强风，也算是蛮大的。玛利亚台风来势汹汹，全台都可能受到影响。南部地区影响时间较晚，正好可以多争取一些防台准备。高雄气象站呼吁民众及早应应。港都新闻李一清、赖昌邦采访报道。看来这个被称为胖台的玛利亚台风是来势汹汹，虽然对南部地区不会构成太大威胁，但路径也飘忽不定。那么10号下午市府兵分多路前往视察防台情形，市长许立明呼吁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晚间到舟山清晨是风雨最强的时候，一定要严防风雨造成的威胁。强烈台风玛利亚逐渐朝台湾逼近，尽管暴风圈对南部地区影响不大，不过为了将灾情降到最低，十号下午由市长许立明领军兵分多路视察市区抽水站及志宏池，其中市长特别前往先前因豪大雨造成严重积水的鸟松区神农路及瓦厝街，确定排水状况是否已经恢复正常。2个礼拜前的这个大豪雨其实大概就是积水最严重的地方，所以今天特别在台风来临之前再过来看一下那整个水利局的这个改善措施跟作为是不是有落实。那刚刚已经看到在那个神农路那一边上次这个因为上游的一些这个树枝稻草杂物阻塞的相涵已经全部这个清除完毕。市长许立明除了听取水利局简报，也针对全市容易淹水区域要求相关单位赶紧加强清淤，特别是低洼地区容易淹水要赶紧查出原因，立刻进行改善。这个加布设这个移动式的抽水机来降低这整个积淹水的这一个状况了。坦白讲，这一边特别是在这一带的确是地势比较低洼，那整个排水
的这一个包含侧沟了哈，排水的这一个水路，我们希望把它做得更好。玛丽亚台风暴风圈将触及台湾陆地，晚间到周三清晨将是风雨最强的时候。许立明市长呼吁市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减少外出活动，避免因为瞬间阵风吹倒招牌树木被砸伤。如果有任何需要协助，可以拨打24小时全年无休的1999高雄万事通，市府将会立即协助处理。港都新闻林庭阳、王思武采访报道。代表国家海洋门户建设的高雄港埠旅运中心今天上午举行上梁典礼，由台湾港务公司董事长吴鸿谋主持，交通部次长和多位市府官员应邀出席，共襄盛举，见证亚洲新湾区国际新地标工程建设的新里程。挑选黄道吉日，港埠旅运中心上梁典礼在醒狮团的祥狮献瑞声中热闹展开，各界贵宾应邀出席，为典礼见证和祝福。未来一年风调雨顺，和气平安。斥资45亿元新建的港埠旅运中心为地下2层、地上15层钢构金属帷幕的曲面造型建筑物，总楼地板面积约8万平方公尺。工程预计在108年底完工，启用后将提供多功能复合型服务，配合推动高雄母港观光，串联亚洲新湾区水岸景点，希望带给国内外游客全新的观光体验。高雄跟基隆是台湾唯二的邮轮母港。那我们这个旅运中心完成以后，事实上同时可以停靠2艘非常大的邮轮，22万吨跟14万吨的，所以它的码头线也长达730公尺左右哈，所以我们未来高雄整个一个观光的发展是非常精彩的。迎接邮轮观光潮流，位于高雄港第19及20号码头的高雄港埠旅运中心，未来将可同时提供2艘国际级的观光邮轮停泊，尖峰时段可服务2500人次旅客通关，预估一年可带来10万游客商机。港务公司将积极展开招商作业，希望提升高雄港市观光效益。如何让产业能够群聚，那所有的这些基地都能够非常快速的繁荣开发，这个我们是很努力在进行，但是因为有一些是在同步进行招商当中，如果里面有一些空地即使是还没有进行相关的合作开发，事实上我们也会给它要求绿棉化，同时结合我们的水岸轻轨把它串起来。港务公司表示，目前与市府共同成立的高雄港区土地开发公司正积极办理旅运中心旁16到18号以及21号码头区周边相关的土地开发，希望结合港湾区水岸休闲设施和建设，打造永续价值产业，繁荣经济。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继续带您看到泰德美术馆典藏大展九号在高雄市立美术馆举行开箱记者会，包括展览最大亮点作品罗丹的吻，共计有123件珍贵典藏作品。副局长史哲表示，这次特展是高美馆改制行政法人一年后首档国际大展，也是泰德美术馆亚洲巡回的最后一站，欢迎民众利用暑假购票前往观展。裸泰德美术馆典藏大展九号在高雄市立美术馆举行开箱记者会，包括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作品雕塑大师罗丹大理石原作吻，以及皮耶纳波尔的浴缸中的裸女等等，共计有123件珍贵典藏作品展出，将在高美馆展出3个月。开箱的当中一件作品是大家家喻户晓的 Kiss， 那罗丹的吻，那我想今天呢、事实上一开箱就惊艳四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件作品在美术馆的大厅，我们将无偿的提供民众艺术教育观看的机会。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展览不仅仅是为全台湾的民众，更重要的其实我们也会包括对东南亚，还有这次完全没有办法去的香港跟中国的观众们哈，那这部分的宣传其实陆续有一些国家的人来，我跟他们提到这个展览会在台湾展出，大家都非常的兴奋。使者表示，这次特展是高美馆改制行政法人届满一年后首次的国际大展，也是泰德美术馆亚洲巡回最后一站。除了延续高美馆专业策展精神外，也连接公部门与民间企业的资源，意义重大。我想高美馆，是我们国内美术馆及博物馆这个
第一个法人化、行政法人化的单位，在七月的时候也正值我们行政法人化的第一年。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反季候热的大展啊，充分证明我们行政法人化，我们只有比以前更努力、更好。雕塑大师罗丹的吻举世闻名，人体雕像皮肤光滑柔软，跟坐在表面粗糙的岩石上成为对比。开箱后将放置在高美馆大厅，提供民众艺术教育观赏的机会。使者感谢文化部艺术经费补助以及民间企业用行动支持，期望透过高美馆与国际机构的合作，提升高美馆的专业性、教育性以及国际竞争力，达到跟世界文化接轨的目标。港都新闻林庭阳、洪静怡采访报道。改善空气品质，高雄市率先全国针对达到一定规模的餐饮业，要求应设置及排气系统以及空气污染物防治设施。目前列管的餐饮业者约有110多家，其中已经有90%的设置符合规定，预估一年可以减少近7.4吨的 PM2.5。大火油烟热炒，菜香迷人。不过伴随而来的油污排放，因为含有细小微粒，也就是 PM2.5 的来源之一，深深影响民众的生活品质。尤其有越来越多民众关心空气污染议题，高雄市环保局率先全国针对座位数达到300个以上或作业面积达1000平方公尺以上的餐厅进行列管，积极辅导餐厅设置及排气系统，改善油污排放问题。要求这116家的餐饮业从去年106年的5月1号开始，就开始要做所谓的前处理跟前处理的集气设备以及后端的一个防治设备。那现在目前的话大概它的整个的一个防治效率，以及就是说有装设这些防治设备的这些餐厅的话，大概有大概超过90%。根据环保局的统计，目前列管辅导的餐厅约有116家，经过一年多的改善作业，已经有30多家业者依规定增设各项空气污染防治设备，预估每年可减少约7.4吨的排放量。此外，环保局也针对夜市摊商补助油烟防治设备，希望全面改善餐饮排放油烟的污染问题。就是针对摊商的部分，就是在那个所谓的市场以及我们的这个摊贩临时集中场里面的摊商，那他们从事煎煮炒炸的作业，所产生的这个油烟，我们目前是有补助50000块钱来协助他们装设这个防治设备。大楼里面隐藏的这些小餐馆的部分的话，我们目前也是都有成立服务的团队。环保署日前宣布，将依餐饮业空污防治设施管理办法扩大列管对象。环保局除了表达支持之外，也呼吁业者能配合办理，共同营造优质的用餐环境，为改善空气品质尽一份心力。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继续看到，为了让民众了解空气污染对身体的危害，高雄科工馆推出 PM2.5 防霾个人防护特展，现场除了设置空气品质展示平台，同时鼓励民众做好防霾防护工作。另外，科工馆提醒大家最好选购有国家标准认证的防霾口罩，这样子才能确保身体健康。PM2.5 防霾个人防护特展27号登场，科工馆特别制作空气品质即时展示平台，透过连接政府资料开放平台，将空气品质指数与 PM2.5 浓度传达给入馆的民众。就是要提醒社会大众，你看到空气品质的这个指标 PM2.5 的指标，同时会告诉你现在外面的空气品质到底需不需要戴口罩。好，如果外面品质不好，你不保护自己，自己受到伤害，你没有感觉，积少成多，那是不好的。近年来，南部空气品质恶化，严重影响到民众生活品质。科工馆透过图像配合文字的方式，教导民众如何做好防护工作。而展示平台就设置在科工馆大门口，希望民众接触室外空气前，能注意展示平台上提示的字句，进而建立个人防护习惯。这一个出口的地方，看到有这么样的一个小型的展览，养成随时注意空气品质，随时注意要戴口罩，要戴一般的口罩，还是防 PM2.5 的口罩这样的一个习惯，
所谓习惯成自然，养成这样的一个文化呢，对我们国人的健康整体的维护品质一定会提升。科工馆除了设置展示平台外，现场还准备通过国家标准认证的防霾口罩，提供民众选购。这位从香港来的游客看到展览内容及空气品质展示平台，感到很新鲜。其实我很重视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问题，所以我随性也会戴这个口罩出街，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因为这个很方便，它有一个图案在旁边就说明，然后任何年龄层的人也会知道这是什么时候需要戴口罩。想要了解 PM2.5 对于人体危害及如何做好防护吗？现在走一趟科工馆参观防霾个人防护特展，将对防霾防护有深刻的认识。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卖不出去的丑蔬果如何发挥最大的价值呢？阿福食物银行就结合旗津区在地企业及饭店，将丑蔬果翻身成为一道道美味佳肴，邀请社区65岁以上的长辈走出家门一起用餐，在高级饭店享受美食格外幸福。一道道美食佳肴上桌，长辈们都迫不及待赶紧开动，满满的一桌菜，可能想象这些食材差点要变成厨余。阿福食物银行结合在地企业及饭店业者，举办惜食感恩餐会，满桌好料，长辈吃着好暖心。啊，所以每一次就20位，长者来这里共餐，这个主要的意义就是把每礼的这种感情也融洽起来。阿福食物银行推动畜食计划不遗余力，为了不浪费食物，由阿福食物银行提供畜食食材，饭店提供料理及场地，大家享受在沙滩饭店品尝高档美食的氛围格外新鲜，也借此和大家聊聊天，心情变得更愉悦。一方面来推广要怎样来惜食，让我们的食物呢，得来不易的食物可以好好的珍惜它。好，那这一次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就是让这些老人家也享受到一些不同的一个环境，比较高级的这种饭店里面的餐厅，然后经过大厨师的制作，然后造成一个很好的一餐的美食。这次广邀旗津区13里65岁以上的长辈一同前来享用美食，饭店业者希望能够多参与地方活动，让更多团体受惠。属于长者的，这一块是比较少做的，那我们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场域，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活动，能够吸引我们一些工商企业界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阿福食物银行希望大家不浪费食材，增加社会大众对于爱惜食物的关注，也重新创造这些食物的价值。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爱心无远佛界，也不分职业贵贱。凤山区有一家面摊老板娘珍姐，每天提供15碗的爱心面给生活陷入困境或急需帮助的人。珍姐的爱心影响到不少顾客，纷纷加入这个爱心传递平台，希望透过大家的一份心意，让更多需要的人都能吃到热腾腾的面，也温暖他们的心。大马路旁一间不起眼的小面摊传来阵阵煮面香，面摊前桃红色布帘写着爱心代用餐分享处，却特别引人注目。老板娘珍姐说，对于来领餐的客人，她一句也不会多问。因为小朋友他有他的尊严，对，所以他们领餐我们是没有让他们在这边吃的，他们都是外带，对，就直接领餐出回去这样。而这个爱传递分享平台，珍姐表示，当初是几个常来用餐的年轻人想帮助生活突然陷入困境或急需帮助的人所设立，她想都没多想，爽快就答应了。因为她是说这一种是急需要，没有像有一些那个爱心餐就是每天都领了，一天有这3餐还是2餐她说这个是急需要，就没有你想象那么大量。每天提供15碗的爱心餐，就算超出珍姐也不计较。暑假期间来领取的大多是小学生或年长者，平常客人也不少。老顾客看到珍姐的爱心，也会奉献一己之力加入送爱行列。我嘛解关啦，我嘛解去关啦，对啊，因为这种爱心真的是大家拢会当做的啊，因为不多啦，真的
花费真的不多啦，因为减一包薰，减饮一罐仔酒，来管就有啊啦。因为我嘛无希望把这个爱心无，伊的迄个浪费掉，所以我尽量就是需要量大的人，我就给他多一点；少的人我就减少一点，就留给一些阿嬷。阿嬷也都吃少啊，两三个阿嬷就可以共同一份那个爱心餐这样。一碗麻酱面和一碗蛋花汤，这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味道。就像爱传递平台，不在乎拥有的资源多少，一心只想把爱传递到需要的人手上。温暖饥饿的胃，更温暖了需要关怀的心。港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知名模特林志玲南下为厨具品牌代言，本身就很喜欢下厨的她，还在媒体前小试一下身手。她说之前在国外留学时就会自己简单做料理，尽管现在工作忙碌，仍会抽空跟家人一起享受下厨时光。言谈间看得出这位超级名模居家的一面。林志玲一身白色绿蕾丝香槟洋装南下高雄为厨具品牌代言，透露私下最爱做菜舒压，现场还穿上围裙，并和知名意大利料理师傅王家平一同运用番茄、罗勒、核桃、杏仁等营养食材打成酱汁，制作爽口的 pasta， 特别适合炎热夏天开胃解腻。像一些 angel hair 这种然后夏天可以做一点比较像凉菜，那把这个面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以后，我觉得小朋友也很喜欢这种有点那种番茄口感的 spaghetti。而要料理出精致美味佳肴，厨具设计能否贴近使用者需求也是一大关键。志玲姐姐特别赞赏台湾在地40年的厨具公司，使用智慧科技客制化的服务，让料理者游刃有余，快乐享受下厨时光。应有尽有，然后空间很大。那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当然除了这个空间以外，然后你会希望好的家人大家一起共享这样的幸福。我们在40年来累积的经验以外呢，再来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我们有办法去做到现在工业4.0的一个生产方式。志玲姐姐回想起在国外求学时就很喜欢料理煎牛排、做意大利面，现在工作忙碌，虽然没有太多时间下厨，但有机会还是会待在厨房为家人做菜，觉得特别幸福放松。这次南下出席记者会，也让更多人看到超级名模居家的一面。港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2018高雄港湾健走趣青春热舞嘉年华活动9月29日在高雄市劳工公园盛大举办，报名还可以获得运动机能衫等 MIT 精品好礼，活动现场还有日本、韩国旅游等大奖等你抽，报名请洽伊贝特官网了解。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5到31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因阵雨，气温23到31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因阵雨，气温23到31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5到36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上水的风景是人，高雄上水的所在伫咧区里，一步一区，一卡一里，阮做伙来用心发现上水的你，每礼拜。